今天一早起来就发现在下雨，整个乌漆嘛黑。下雨下雨，镜头都湿了。即将。开大武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啦，要离开大武，要今天住安朔，所以明天要爬山爬南河，直接到丰港，然后今天住安朔。不早出发就下雨，遇水则发。今天到发财，地上会捡到两块。我捡到一角哎，不对，一角应该会有利息吧。大武海滨海公园，看整个海岸一线。今天没太阳，整天会下阴雨。一望无际的海岸公路，哇，太彩云冲，你敢吸氧啊？浪袭保护好，行车无烦恼。代表这一段路，台风天的时候浪会打上来的。今天浪还没有打上来，好凉，今天风好大，有时候闷，可是大部分时间是凉的。瀑布，瀑布出现，现在没有。这块地是风水宝地，周遭有护城河，然后坟墓摆中间，开庭站旁边。达人厨家吃午餐，第三次吃了，今天走完了。我们现在要在达人找住宿的，已经找到了吧？在前面那边，是乡间小路，风景还蛮不错的。宁静的小村庄，这里。住这里，石家庄民宿，民宿主人很客气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。房间超级干净，也很新。1600。OK。厕所超大。厕所超大，也很干净。在安朔这边有一片墙，安朔基摩人变迁史，沿着墙上它有基摩人变迁的历史。太阳。大洪水覆盖大地，大武山现群兄妹结婚，第一代孩子也出生长在蒋母子，第三代正常人模样，六兄弟分家变子。外面这条是台九线，但是人不可以走。沿路下来没有涉水沟，沿着路旁边
又流到水沟，这个不是水沟，完全很干净，哪里都去不了。山南还有雾气，哇，明天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这个是他的民宿的大厅，很干净，很漂亮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这边有楼梯。变成通铺不是雅房，这是二楼。哇！我们都已经住了。这是通铺。通铺。通铺一个人收600。然后给你一张床，你备。这是四人房，房间真的很干净。我们整个房间的结构，就是以前用仓库来改。